汉堡啊，真不是我说你，你说你挺大个蛤蟆，在这个看脸的时代，来你看看，你这肚子几层？你看你这下巴几层？你跟个米其林轮胎挖似的，这么多粉丝都喜欢你，你能不能你给我动弹动弹？别老一天天待着不动，减减肥好不好？小怪，你放心，我一定要减肥成功。好，有志气。不是你这就叫动弹吗？这就叫减肥吗？你玩扫地机器人玩上瘾了是吧？这怎么能不减肥呢？我在空间上不是移动了吗？而且这玩意多好玩啊！行，你不是爱玩吗？我帮你玩。来，你不是爱玩吗？让你体验一下人类世界的震动减肥仪，我陪着你一块减。